这是人生第一次，太开心了。台语歌手蔡毅德坐着轮椅要圆登山梦。啊，这个路还是有，这个蛮走的，慢慢。沿途还有更困难的陡坡，队友贴身保护。这边，这边。 轮椅轮子小，抓地力不够，到山顶的路没办法自己来，全靠队友团队合作。这里是有点崎岖，还是我们前后？前后不行吗？前后不行，一定要左右。慢慢慢一点。从登山口到合欢山主峰飙高3400公尺，路程虽然不到2公里，但海拔高又要出力抬人，大家气喘吁吁。 学长学弟们，总算上来了。一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被来这里本地。那我都想不到哦，还露营呢。蔡毅德从小就不良于行，这样的高山风景还是第一次见到。感谢有队友接力抬他走过最陡峭的路，才能留下这么壮阔又感人的记忆。大安新闻南投综合报道。